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是中国军人的座右铭。从抗美援朝、空中拼刺刀，到国土防空、尽快战法、打优二，再到新时代，警巡东海，战巡南海，前出气探，绕道巡航，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，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域。空军官兵坚决捍卫国家空天安全，坚定维护国家发展利益，让党和人民放心。